全国的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宏观战略。好，虽然说这一个双十没有连假了，不过还是祝大家佳节这个愉快哦。那明天刚好周末，也祝大家周末愉快哦。好，那么呢，今天大盘啊，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了哦，这个最佳男主角就是谁？台积电。那最佳女主角是谁呢？就是联发科。所以光你大家有没有发现啊？今天大盘即使涨了300多点啊，可是今天你可以发现到，光台积电跟联发科就占走了一大半的指数了。为什么我要这么先跟他调这个来跟他聊这件事情？有我的道理在的。好，那当然我们可以从这个今天的强势股也不难发现啊，哦，今天还是都比较偏低价的哦，你可以看得到哦，像什么华宏资啊这些都很低价哦，都不贵，哦，表示说什么？表示说即使今天台积电跟联发科大涨，就是说占指数涨的指数占的比较多，但是可以看得出来，哦，今天台积电跟联发科并没有把其他的相关的半导体设备股给带起来，尤其是这一张的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？好，哦，尤其是这一张的。所以我今天要跟他聊的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亲爱的投资朋友，接下来的操作啦，我会建议大家，好，哦，可能暂时你必须要把这些跟台积电相关的半导体设备股先搁一边，先给淡解了。那为什么要这样跟他提？这个跟我今天聊的新一波的准千金股有一样的，有这个绝对的道理在了。那什么叫新一波的准千金股？我等会举例给大家听，大家就会懂了。好，所以今天我先借由这个台积电跟联发科，就是要跟他提醒这件事情。好，因为大家知道，从这个台积电的设备概念股可以看得出来，我这么讲好了啦。比较贵的我们先不去看，我们光看其他的。好，我们从这个旺系来看好了，这款哦，这边。不确定它会不会形成一个头部，但是可以看得出来，这边已经盘了一段时间了。好，哦，北丁北当，还有包括这个星云也是一样。哦，这两天还比较强，可是你看哦，也慢慢的有一些量出来了，有一些卖压出来了。那当然，包括像万润也是一样。好，哦，万润算最强的了。哦，可是你们大家有没有发现到？你看像中沙就没有什么动，还有包括这个哦3587的宏康，这也没什么动，表示什么？可是说，在这个台积电的设备概念股里面来讲的话，它也没有办法全部一起动来带动这个指数啊。所以这个时候，我的判断是这么简单啊，我先跟他聊一下，我们再切入今天的主题。好，就是说就我的判断，这些跟台积电相关的设备股，因为他们已经好维持一个强势一段时间了。那如果说只靠少数一两只，比如说哈，你就靠什么什么。旺系啦，或者靠什么万润这些来推的话，那你说有多少人愿意捧场去追捧这些比较贵的股票？不多嘛。即使台积电还在涨，好，但是你看哦，它的这个共振效应就变得没有那么好了。那什么叫共振效应？就是说，正常来讲，台积电涨，应该跟它相关的股票今天应该会不错。但是你看到，哦，今天就是涨那个联发科。好，哦，那当然联发科有人家有他自己的利多啦，哦，所以说也不能这样子去做比较，所以今天要特别跟他聊这个事情，有我的道理在，因为这个跟接下来我要跟你聊的准千金股，哦，新一波的准千金股有绝对的关系，哦，那你说原本的准千金股现在 难道不行吗？也不是不行，原本的那些准千金股有的也就像你看到这些万润一样，这些它现在位阶也不低啊，比如说我经常在操作的这个君华就是最好的例子啊，你看他也是卡这边卡好几天了，有没有看到？都就是盘嘛。如果盘得好再攻，那 OK， 那万一盘不好变头部，那也是一个问题啊。所以现在有些股票也正因为它现在陷入一个比较偏窄幅的盘整，所以说你现在如果过度的集中资金在这些股票上面的话，很有可能你要面临一个短套的问题。哦，即使大盘完全都不压回的话，它也要大涨也比较难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的操作我也会稍微做调整。好，你看为什么？你看我现在就拉回去做 M31， 为什么？因为它现在好还不到1000块，也刚好在一个相对的底部。经过利空的淬炼完之后，你看筹码也洗得蛮干净的，所以它当然短线有机会做一个反弹嘛。只是说这种跌升反弹的幅度一般来讲都不会很大，所以只适合做价差。好，先跟他做个报告。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今天双红的表现也都不错。好，你看
今天双红创下波段的新高，这也是算在之前节目上也是非常，我强力跟他推的股票啦，好，还有包括今天双红涨，旗红也跟着涨，好，所以大家可以发现到就是说，好，那你说，那说是那我们现在开始好好的来做双红，好好的来做旗红，对吗？也对，也不对。为什么说也对也不对？因为第一个，你说以双红来讲的话，虽然说它离这个外资啊、哦、这边有讲嘛哈、哦，你看外资平等，虽然说离双红离外资看的这个目标价还有一段距离啊，好、哦，起码跟那熊玩玩这738嘛，哎、欸，感觉起来好像还有空间，对不对？但是之前我有跟他提到过，他不会直接一飞冲天的。好、哦，它一定势必会在这边先稍微进入一个震荡整理。那当然，你如果听我的话，哦、你在逢低低点有买的投资朋友，那当然了、啊，也许这两天你再去思考，你要不要获利出现而已啦。哦、反正几天圣神加上嘛，探底才亏半期啊嘛。好、哦，就如果你有听我的话，在这个相对的低点你有买的话，基本上来讲，你不要告诉我你爆了，你双红爆到今天是亏的，那不可能的。好、哦，不过就像我刚才提到过的。很多股票它到了一个压力之后，它会先进入震荡整理，强一点的，好、哦，就像我们刚刚看旺系这一些，它就开始进入横盘，好、哦，像均华这些进入横盘，那有些股票它有可能会稍微震荡比较大一点点，这很难去拿捏的准啊，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说，有些涨多的股票先避开，好、哦，先避开，原因就在这里，好、哦，原因就在这里。那当然，这跟我今天讲的准千金股也有它绝对的关系在了。因为我现在跟大家讲的这个新一波的准千金股，基本上来讲都是像双红一样，在这边底部正在酝酿中。我觉得这个比较有肉了，好吧，你知不？哦，这个比较有肉了。那你说阿赵老师，那我现在对不对？看你节目段时间了，我跟着你双红又赚了，难道我们双红不能再跟他报到天荒地老吗？没有说不行，看你的成本。你要说你买700几块，要跟他拼啊，要跟他拼到外资这个价格，那当然啦、啊，你承受的心理压力一定比较大嘛。如果你跟我一样，我们是买在500多块的，那我觉得还好嘛，对不？进退都有嘛，对不？想赚的就把它砍掉嘛，啊，想要跟他拼到外资讲的这个目标价的，哎、欸，我们有500多块的成本的这个低成本的优势，有什么好怕的？所以重点在你的成本上面，好，重点在你的成本上面。哦、那当然啦、啊，就说就像我刚刚提到过的，像 M31 这一种是因为跌升反弹，所以当然基于它跌升反弹，我认为它有肉，但是那个肉绝对不会很大，哦、所以说也只能大概做一个短线的价差，好、哦，我们现在看大概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了。来，这是昨天放假嘛，哦、前天10月9号那一天。快收盘前，我告诉会员，我们就在845块这边低接 M31。好、哦，那天是开高走低哦，好、哦，那天是开高走低。前天那天很多股票都这么走了，好、哦，但是我选择这边尾盘的低接。那么今天不是走高吗？好、哦，今天不是震荡开平走高吗？好、哦，但是我不贪心，好、哦，我也没有什么跟他拼涨停板了、啊，我们就大概先挂好910块这边做个隔日冲。好、哦，基本上来讲啊，好、哦，基本上来讲，像不管是跌升的或者涨多的股票了，好、哦，我都会有一个我控制的一个分寸在，好、哦，我觉得差不多就可以了。所以你看我们在前天10月9号接845尾盘接的，今天早盘这边小赚65000，先把它出掉，好、哦，这是 M31的部分。那旗红的部分也是一样，好、哦，昨天的旗红跟双红都是尾盘压下来嘛，好、哦，都压下来，我选在尾盘低接。好，所以这边昨天有 call 嘛，好、哦，旗红605先逢低买进，然后今天不是旗红开平震荡走高吗？哦，我选择在这边，我想说应该冲不上去的啦，好、哦，所以说我就选择在这边630块我们做隔日冲，赚的不多，能蛮高，能蛮高，好、哦，我追了，好、哦，我追了，好、哦，简单的跟他报告一下，这就是我一直跟他强调的，就是说我们在操作准千金股啊，它有一个获利方程式。什么叫获利方程式？简单的讲。基期低的，当然你可以规划波段。那你说现在去规划 M31 的波段可不可以？我没有说不行。好，我没有说不行，但是我觉得要看情况哦，因为有些股票它现在还有些利空在，所以你现在如果不等它底部，我这么讲好了啦，除非它打出一个比较漂亮的底部，就像双红一样，那当然这边可以规划一个波段。那如果它没有办法像双红一样打出一个漂亮的底部的话，那我会比较建议。好、哦，那暂时还是以短线为主了。好、哦，那涨多的，就是以短线的这个价差操作。旗红就是最好的例子，因为它现在也不在低档哦，
而且呢，现在也刚好面临到这个前面的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套牢区，所以它这边也势必会进入一个震荡嘛。所以我会比较倾向于做短线的原因就在这里，大家懂了吧？好，这个几节分寸的拿捏，好，一个分寸的拿捏。所以很多投资朋友在我们的LINE号里面有在问我，好，就是做的是你怎么去区隔，这个要做隔日冲或这个要做当冲，这个没有那么容易区隔。我先跟老师跟他讲，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这个，好，我们讲这个 M 30就好了，你想嘛知嘛，要收盘甲买，这个肯定只能做隔日冲了，懂吗？好，这个肯定只能做个日冲了，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区隔。那当然有没有可能一开盘买了有可能做个日冲，也有可能。好，万一比如说有人早盘哇一追高买到了，哇杀下来哇，如果他不考虑流仓的话，他势必要认赔杀出嘛。所以说那个新闻，我们以前天的 M 三十一来看的话，你看你信不信？以那天 M 三十一一定很多人去追在这个相对的高点，一收盘下来你就面临到你要不要流仓的问题。所以在我的操作之下，我也不会带你们去买在这里。那尾盘我会看情况，哎，我觉得有利可图，说不定可以做一把隔日冲，我就在尾盘提醒大家，我们就可以把它买回来。好，这就是我在控制啊，也不是说我在控制，就是说这就是我在选择有些股票能不能留，能不能买的一个关键。好，差别就在这里啊。所以你问我说，那周老师你到底怎么去区隔有些哪些股票可以做隔日冲，哪些股票做当冲？对，的确，好，我没有办法去告诉你说我今天买的股票要做什么单，好，这是没有办法预先知道的，除非你参加会员，哦，当你成我的会员，你自然会知道有些股票我买的就是要准备做隔日冲用的。好，好，那 M 三十一跟旗宏的部分呢，简单跟大家说到这边，因为我今天的节目的重点在这个新一波的准千金股上面。好，那什么叫新一波的准千金股啊？我之前跟他预告过了，你看哦，这一些大概在400多块到1000块之间的股票，我们称之为准千金股嘛。可是现在这一些从400到这个1000块之间的准千金股，有非常多已经都涨上去了。比如说像我们在常在讲的，像双红啊、旗红啊，对不？现在高票都已经起来啊，对不？500都不买，你现在面临到的已经涨到600多了。当然啦，往好处想，如果真的能够涨到外资说的700多块，好，外资不是这边看吗？对不？外资的目标是看到这里嘛。如果真的能够看到这边，当然我不能说你现在去买你没有利润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相信外资说啊，周老师，可是外资看到797，那我现在买730，一张还有6万块啊，感觉起来好像还有钱可以赚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跟着我买到550的话，你现在一张是赚20几万呢，不是只有赚6万块呢，而且这6万块不保证会来哦，亲爱的投资朋友，这个价格没有人敢保证它会来哦，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嘛。所以为什么你看有些股票我选择先做价差的原因就在这里嘛，对不对？我不是跟他常跟他讲嘛，就是说我们再怎么看好一档股票，哦，也不要跟他死抱活抱，也不要跟他拼，就是一样波段的规划，但是我们分段赚，就是这种概念。所以你看以双红来讲的话啊，以双红来讲的话，也可以跟他做个简单的报告。你看好，是不是我们在9月初的时候开始跟他预告，我们开始做准千金股，开始到现在，对不对？你看双红波段续报嘛，可是你看哦，我波段续报，其他的这些做当冲、做隔日冲的并不影响啊。你看，光已经实现的价差获利就已经28万了，就已经远远超过于我当初规划的多少了，29万5的这个价差了。我已经这边赚到28万5了嘛，对不？如果连波段单加下去，早就超过30万了。所以我并不会很在乎说，哎，今天外资所说的797块目标会不会到？我一点都不在乎，大家懂我意思吗？我一点都不在乎，因为在我的操作之下，我早就已经超越外资讲的这个价格了。所以现在我要把问题再拉回来，问大家一个问题就好了。但你说现在很多准千金股，好，扣除掉那一些我们已经赚走的，你说现在够存多少股票会再回去谈？所以我才会跟他提到，就是说所谓的新一波的准千金股即将要发动的原因就在这里。那什么叫新一波的准千金股呢？我随便举个例给大家看好了，这个这叫裕泰，目前300多，还不能算搭得上准千金股的边啊，还不能算啊。那为什么今天跟他聊裕泰？你要想哦，他现在也是刚好在一个相对的底部区哦，
假设说类似像裕泰这样子的股票打一个漂亮的底，就像双红一样，哎，冲起来，也许它不一定会涨到1000块哦，也许它不一定会创，哎，就是说，也许它要突破前面的高点有难度，但是你要知道哦，类似像裕泰这样子底部完成的股票，加上这个股价，哎，投资朋友，像这样子的股票啊，都非常极具有接棒准千金股的那个实力哦。我只是举例给大家先了解一下，所以我一开始是不是跟他讲，我说现在来讲，请大家，好，可能要暂时先台积电的设备股，我不是说你不能买了，可能你买了现在，我跟你讲，买了不会有什么大鱼大肉了。你真正要有大肉的，哎，有大吧，哎，好，听清楚哦，你真正要有一个什么大鸡腿可以吃的，一定都是要去拼类似这种底部的股票，大家懂我意思吧？那你说，周老师，那这张图上面的基本面都很好啊，好到都受不了啊？丢了，我没说才没好，问的是这些股票目前来讲都不是在一个相对的底部区啊。你说往昔不好啊，很好啊，基本面好到变变强，问题是现在也没俗啊。所以相形之下，这一些在底部真正起涨的股票， 我们这么讲好了啦，将本求利，哇，我有没有赚大条，我一定也是要去选这种底部起涨的股票，这才是我要的，哦，这才是我接下来要布局的重点。所以新一波的准千金股，就像我一开始跟他提到过的，我们现在只要是这种基期低的，一样做一个波段的一个规划。就像我刚刚在给他看的，你看我们双红是不是有做波段的规划，对不对？我们在低期基期买的哦，550块买的这个，这个肯定是做波段的，没问题嘛，对吧？500几块呗，对吧？绝对是做一个波段的规划嘛。等到它开始起涨完之后，加码的。哦，不管是做隔日冲的、做当冲的，这一些都是给坦的，你知道不？给坦的啦。好，哦，当然你也可以说到是我不想要赚这个，那没差，那你就波段持有，我也没意见啦，啊。但是没有人嫌钱多了嘛，对不对？肯定就是要结合一些短线的价差来增加获利，好，哦，来增加获利。好，说回重点。好，哦，觉得我很啰嗦，对不对？怎么今天那么多重点？对，因为我今天跟他提到的就是说，你看哦。我在节目上已经不下一次两次提醒大家，哦，什么叫不下一次两次提醒大家？就是说今天你想要赚到什么一倍两倍的，你想要大赚，最大的关键请问一下在哪里？我现在反问你嘛，我们就拿旺系来讲好了。你觉得现在在这个800块这个位置点规划旺系涨一倍合不合理？听起来就怪怪的啦，对不？啊，你伫个400块，那唔规划起一倍，啊，即马起啊800块，又搁起一倍，不是很好笑吗？就好比说，来之前我分享过有一档股票，可能很多投资者可能没什么印象了，但是没关系，记不记得这一支？我当初怎么讲的？记不记得那时候我们在做法人底部锁码的这个 V 大 V 转的股票的时候，记不记得这一档股票？好，这我在群里面有公开分享的哦。好，我说过嘛，拥有核心技术的新创公司哦。我那时候讲得很清楚，100元以下仍然买得起哦。好，那个时候我给的观念是什么？我说像这种股票跌得又够深，它只要出现大 V 转，我来讲，冰一杯吼，拢无虾米大问题啦。是这样子吗？这是哪一档？来，6854的什么耐创科技？你看哦，当初这是我在来，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时间。你看哦，我在什么时候提醒的？在8月22号提醒的哦，有没有看到那时候的图？你加入我的群组，你去买的话，你大概都是买在70几块了，你不可能买超过100块啦。那你看一下今天的耐创多少？118了，是还不到一倍。但是我的重点在哪里？我的重点在告诉大家，就是说，类似像这种股票，你看只要底部有机会大涨的，我都会第一时间提醒你。双红不也是吗？旗红不也是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今天特别把耐创科技拿出来讲的用意，我不是要告诉你说，哇，这是啊，你给我几支股票起个阿尼啊，这没有什么啊。哎，我手上这种标股不是只有这一支啊，啊，我几支也啊，还有这一支啊，还有这一支，还有这一支，这个也是一样。记不记得这个？当初我说过最便宜的 CoWAS 的设备股，对不对？一样，你看这哪一天分享的？8月27号，贝伟 Day 哦。这是8月底分享的股票哦，我看到不？我说过嘛，那时候一堆 CoWAS 的股票贵嘎贵嘎，对不？都快买不起啊。可是你看，
虽然说今天易发没有涨停板，但是你看哦，我们在八月底推荐，你看到现在为止，亲爱的投资朋友，五十几块马上被冰一杯去啊，也快一倍啦。这就跟我今天要讲的新一波的准千金股有绝对的关系。为什么？因为目前这档准千金股的位置点，就很像当初我在推荐你们买易发的时候一模一样。我呀，我呀，我们先进广告，等一下回来给你们大家品乓解。好，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迈向两万点新时代，八八八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迈向两万点新时代，八八八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惊喜专线02-8511-3366，八五一一三三六六。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全球财经台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，网络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，改变收视习惯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常看我节目的就知道，哦，当我每一次告诉你有一些股票即将从底部起涨的时候，我其实都会先公开让你看一下它的 K 线图。当然有些眼尖的投资者可以猜得到，可是有些眼尖的投资者他也是不知道嘛。所以为什么呢要叫你们加入 LINE 好友，原则在这里，哦，你只要加入 LINE 好友，基本上我不要说我知，知无不，就是我不要说你问的我一定都会回答你啦，但是基本上来讲只要有问的我大部分都会回复你。这个6854的耐创科技就是最好的例子。所以当初我们在讲这个大 B 转的形态的时候，记不记得这档股票我说过嘛，拥有核心技术的新创公司，你看看那时候价钱到多少，分享的时候才70几块哦，对吧？这个我相信，哦，投资朋友你都是有目共睹的啦，这不是只有我自己黑白公共的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有必要没必要大家心里一句话啦。好，还有包括这个最便宜的 COAS 的概念股，那你要知道那时候我分享的是什么，君华啊，君华那么贵，所以我就东挑西挑，东选西选，选到一只也不错哦，6425的这个易发。你看当初分享的时候，这边我们这边都有价格哦，你看那时候在61块多啊，而且卖易发瓦贼啊，亲爱的投资朋友，今天创波段新高，最高已经来到多少？92了，快一倍了，好，快一倍了。所以我现在跟你们讲了这一档新一波的准千金股就在这里，趁现在还没涨，跟来对我走，哦，真的趁现在没涨，让跟来家逢低卡位，有没有看到这么明显呢？这么明显就是在底部，哎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这档股票我说它极具有这个准千金股的态势呢？紧干难共，因为它年增啊，有没有看到营收年增30%，创历史新高，可是目前股价却按兵不动。哦，我知道有人会说，周老师啊，利多不涨啊，但是在我的看法不是这样。在我的看法，现在有人趁他现在有利多的时候呢，故意把股价压下来，在模拟啊，消磨你的意志啊，
对啊，我营收创新高，对，我就不让它涨怎么样？有的人会因为这样子把股票砍掉，顺便先洗洗筹。所以就我的判断，因为最近我一直在观察它了，哎，为什么利多不涨？对不对？如果我的研判没有错误，我的判断没有错误的话，现在正好啊，有人就是故意先把股价压住，那他压住也好啊，让碳基板糖被小回有没有更好？对不对？这就是我现在新规划的新一波的准千金股的一个什么的一个规划。哦，即使你无对我赚到双红，哎，无对我赚到七红，这东西都不要紧。哦，反正以前没赚到的那是之前的事情，那种订购的代志啊，那都是上个月的事情了。这个月，哦，因为又有台风，又有放假，你也许这个月目前为止啊，哦，可能还没有什么很大的收获，但是都没有关系。好，哦，我们从这个开始好不好？我们从现在开始，趁现在还没涨哦，进来来对我探几笔股票好不好？全新规划，复制君华大赚的模式，先赚出生段，再赚主升段。有任何不了解、不清楚的地方，都非常欢迎你可以来电，或者是给我们线上的助理进行咨询。节目最后预祝所有的投资者呢，周末愉快，我们下周一再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